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昨天9月12号大马手套股的 Next Short Position。Topgraph 它的仓位呢继续往下掉，现在只是剩下0.52%，已经跟这个 Supermax 是差不多了。其他的 HDA 跟 COSA 呢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Topgraph 的仓位一直往下掉呢，说明呢，空军已经不敢 short，机构已经开始看好手套股了。如果大家要操作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差不多了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